要说2018年的大瓜，那么杨幂和刘恺威离婚的事情应该能够上榜。当时两个人离婚的事情就像一枚重爆炸弹投放在了娱乐圈里。虽然此前两个人也曾多次传出感情不和，早已分道扬镳，但是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做出回应。知道工作室出面发声明说杨幂刘恺威已经解除婚姻关系，这才是让人们知道了他们离